古人云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嗨，宝宝们，我是塔塔拉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大家认识的澳洲代购应该是所有西方世界代购里面最多的一种。反正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来澳洲之后，或多或少的都变成一个代购，我也不例外。鲁迅先生说，世界上本来没有代购，但找我买东西的阿姨多了，我也就变成了一个代购。那先趁着双十一之前，我就赶紧给大家种一波草，拔一波草，来给大家讲讲澳洲这么多可买的东西里面，到底哪些是真的好使，哪些是智商税。今天这个视频会分成四个板块，身上用的、脚上穿的、嘴里吃的和千万别买的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开始吧。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巨便宜的东西，当当，红印牙膏。像这样的空管我已经有15个左右了。这个牙膏有好多种口味，最好用的是这个 baking soda， 它的美白去渍效果，我的天哪，是我见过所有牙膏产品里面最好的。之前有好多宝宝弹幕说我牙白，关于口腔护理这个事儿，我下次还会做一个专题视频来跟大家说，但这个牙膏绝对是我牙白的很大一个原因之一。第二个要推荐的是 Refresh 的人工泪液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沉迷那种辣眼睛的眼药水，因为那时候上学嘛，用日本的那种眼药水滴完了之后就感觉哇，火眼金睛，立马就精神了。但是后来有很多研究证明那种眼药水对眼睛特别的不好，所以来澳洲之后我就换了这个人工泪液。如果你只是像我这种有时候用眼过度了，眼睛干涩，或者戴隐形眼镜觉得干到眼镜要掉下来的话，人工泪液绝对是你的第一选择。我突然觉得光说不练假把式，所以我给大家试一下好了。你看这个滴完了之后立刻就可以把眼睛睁开，你只是觉得好湿润好舒服，有种流眼泪的感觉。第三个要推荐的是 Claytox 的清洁面膜，因为我有点敏感肌，其他很多牌子的面膜我用完了多多少少都有点泛红或者刺痛的现象。他家有很多不同的产品啊，不光有敏感肌的，但是这个敏感肌是纯高岭土做的，就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天然土壤来吸附你脸上的油脂和脏东西，所以我就买来打算试试。他会给你这种小布袋，里面是一个勺子、一个面膜碗和一个刷子。它的用法也特别好玩，就是先注水到这条线，然后舀4勺面膜粉，把它搅匀，然后用这把赠送的面膜刷把它刷到脸上，巨舒服，像妈妈的手抚摸着你。5分钟之后等面膜自然风干就可以洗掉，再进行后续护肤啦。这个面膜毕竟是给敏感肌的嘛，它的清洁力度肯定没有给普通肌肤的那么强，但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我鼻翼两侧和下巴上的凸起小闭口平滑了很多，说明这个面膜还是很有用的。第四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平价精华，这个 Healthy Care 的牌子是做保健品起家的，他们家的蜂胶也特别有名。它这个盒子上有一个袋鼠的小 logo， 是一定要有 50% 以上的原材料出产于澳大利亚才可以有这个 Australian Made 的商标。这是一瓶金箔精华，它的质地特别的水润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娇兰的金箔妆前乳，我觉得这完全就是跟那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上脸特别快吸收，完全不油腻，而且保湿效果也很好。而这个东西最厉害的点在于它还不到100块钱，我觉得我说多少话夸它都没用。这是我男朋友的妈妈让我们这回回去之前一定要给他带的量。第五个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产品 Duet 手膜，因为是手膜嘛，它的质地特别的厚重，抹上之后其实能感觉自己的手又黏又油，所以一般都是睡觉之前抹，但每次用完它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感觉自己的手是神仙的手。下一个要推荐的是一个超实用的驱蚊水，你想想像澳大利亚这种苍蝇这么大个、蟑螂这么大个的地方，它出的驱虫液驱蚊水有多好用，因为它是纯天然的，是可以给宝宝用的，所以宝妈们买的特别多，它可以喷在周围也可以抹在身上，驱蚊效果真的非常 OK。 最后两个身上用的是比较推荐给男同胞的，一个是星期四茶庄的洗脸皂，这是那个牌子的祛痘洗面奶，我在我的祛痘去闭口视频里边跟大家说过超级难用，但是他家的洗脸皂一流。你知道就有的男同胞吧，他就是死活不用洗面奶，甚至有些人会用洗衣皂来洗脸，因为觉得比较干净，其实太强力的香皂和肥皂对脸的伤害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就给我爸买了这个牌子专门洗脸的洗脸皂，我爸说实在是太好用了。还有就是前段时间爆火的冰冰霜，它的全名叫维他命 E 面霜，这玩意只有几十块钱而已，你要说它有什么抗老除皱的功能那肯定是没有，但它作为一个保湿面霜来讲我觉得完全足够。像我男朋友那种会觉得把一个精致的面霜拧开
快取一点放到手心里抹匀，再抹到脸上，他觉得很娘，但他的脸又很干，给他这种很粗暴的擦脸油他就非常高兴，所以把它推荐给没有过多护肤需求的宝宝或者家里的男丁。好了，现在说完身上用的，我们也来说说有什么可穿的吧。我推荐从澳洲买的穿的东西只有一个，大家来猜猜是什么。噔噔噔， UGG， 对不对？其实很多人对 UGG 都有误解，就是认为只有这个牌子的是真 UGG， 其他都是假 UGG。 但其实 UGG 只是一种鞋的名称而已，比如旅游鞋、马丁靴、 UGG。 UGG 本来是澳洲的牧民给自己发明的，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牌子是美国注册的商标，在澳洲买美国的这个牌子和在中国买的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大家来澳洲都会买澳洲 UGG， 就是那些小牌子的澳洲原产的鞋。澳洲本地产的鞋羊毛的质量可能会比美国的好，但因为澳洲的设计比较差，牌子也鱼龙混杂，从澳洲买的 UGG 虽然很暖和，但有时候长得吧有点丑，而且总体的质量没有美国的好。我真的超级给大家推荐这个迷你短靴款，它是最百搭而且最不显臃肿的一个款型。我要给大家看看这个鞋到底有多好看。噔噔，是不是显得脚腕很细呀？好像这样看不出来效果，我把大家放在地上看看吧。下一趴我要说的还是保健品，因为保健品是澳洲代购的最大一趴。澳洲最大的两个保健品品牌是 Sweezy 和 Blackmores。 我之前在美白视频跟大家说过，我吃 VC 是我变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，我吃的 VC 是 Blackmores 的。这个 VC 它有咀嚼片和吞咽片，我觉得咀嚼片又难吃效果又不好。 Sweezy 最出名的几个产品是它的复合维生素，因为它一片里边就有好多种不同的维生素，你就不用吃一大堆药片了。但这个有一个巨大的缺点，就是它的片巨大无比，让你吃的时候感觉很不幸福。还有一个保健品是 Nulex 的乐康膏片，这个是治便秘的。这个牌子最出名的是一种果脯，就是一个水果，它往里面加了什么益生菌，然后你每天咬一口就会通便。但它也有这种片剂的，这个吃了之后据说超级管用，如果大家有便秘困扰可以考虑这个。最后一趴就要跟大家说最激动人心的话题，就是我作为一个前代购绝对不会给自己买来用的澳洲好物。首先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，是一个澳洲很有名的轻医美品牌。它很多年来只有三款产品，一个是这个水光针精华，还有一个黑面膜和白面膜分别负责保湿和美白。但自从两年前大量中国游客和中国代购涌入药店，把这个品牌的所有东西都抢光之后，这个牌子突然发现，哎，我好像有钱赚了。所以他们在一年之内至少出了10款新的产品。我实话实说，他出的这些新产品我一个都没用过，但是我得把我看到的告诉大家。他出新产品的频率那么高，也就可以看出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在研发身上。有人可能会认牌子说，哎，这个牌子这么老，而且他出的水光针有那么好，所以这个牌子的其他产品一定错不了。Too young too naive， 古人云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，大家要擦亮眼睛呀。第二个我自己不会买的是摩洛哥护发精油，其实这个我已经用完一整瓶了，而且这个精油还不错。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这个牌子虽然它叫澳洲什么摩洛哥精油，但它并不是一个澳洲的牌子。我之前不知道，所以我还一直给大家推荐，但是我去别的国家看了之后，我才发现澳洲其实没什么地方能买到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精油，可以去找其他国家的代购，或者直接在中国电商购买。第三个是所谓英国女王家族都在用的Femme Fresh 私处护理液，这个是一个私处护理湿巾，我一直用，而且推荐大家用。但是私处护理液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智商税产品，因为我是学性别的嘛，我对这方面了解可能会比较多一些。就是女性的私处其实是有不同的菌群在努力帮你维持它的平衡的，如果平衡失调了就会产生炎症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医生。如果你的菌群还很平衡，没有炎症出现，用清水已经完完全全足够保持你的清洁了。所以即便大家觉得不放心买了护理液，也千万不要往里洗，只要把最外面洗干净就好了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，希望你们喜欢，别忘了一键三连加评论或者弹幕。